一号马三福一号，澳大利亚的四岁栗色公马。骑士李凤阁，连马是四十古龙，马主是玉龙马业。三号马星象，澳大利亚的四岁溜色猛马。骑士黄建辉，连马是欧哲成，马主玉龙马业。十号马玉龙君主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溜色公马。骑士萨根德克，连马是四十古龙，马主是玉龙马业。六号马华语雄风，澳大利亚的四岁栗色公马。骑士阿拉德特，连马是刘二端，马主是玉龙马主是华语马业。五号马乱世英雄来自澳大利亚的五岁的溜色公马。骑士汪武美，练马是丹尼斯，马主王君宁。十四号马腾辉公主，爱尔兰的四岁溜色母马。骑士查玉霄，练马是魏大，马主是张健。四号马力竭成顺，澳大利亚的四岁栗色公马。骑士张光明，练马是张明亮，马主是马赫。七号马玉龙宝尘，来自中国的三岁的溜色的母马。骑士魏云中，练马是四十古龙，马主是玉龙马业。接下来看一下九号马格雷威治，来自爱尔兰的三岁的青色的公马。骑士厄勒哈尔，练马是欧哲成，马主是玉龙马业。十二号马金霄，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褐溜色的母马。骑士吴因达拉，练马是欧哲成，马主玉龙马业。十三号马星魂，爱尔兰的三岁溜色母马。骑士李璐，练马是 Ray Severino， 马主是中国著名歌手沙宝亮。八号马黑珍珠，来自澳大利亚的四岁褐溜色的母马。骑士李青，练马是 Ray Severino， 马主是中国著名歌手杰克俊逸。好，我们看一下十一号马爱的回报，来自澳大利亚的四岁的溜色的母马。骑士陆金贵，练马是张明亮，马主是王卫东。马匹出发。好，可以看到各马车比较顺，没有慢闸的。先我们看一下排在比赛最前面的马匹，可以看到位于内栏的十二号马金霄领先就是在半个马位左右，然后内栏可以看到另外的就是十一号马爱的回报，紧接着可以看到中间的马匹有这个白色彩毛的玉龙宝尘，粉色彩毛的玉龙君主，接下来可以看到中间守住内栏的还有六号马华语雄风，接下来往中间去最外栏可以看到一匹马就是五号马乱世英雄，马匹已经开始过弯了，在这后面可以看到蓝色彩毛的是三号马星象，紧接着可以看到还有黑色彩毛就是九号马格雷威治，再往后看的几匹马可以看到中间有四号马力竭重生，最后边的三匹马可以看到有红色彩毛的三副一号，两个马位之隔的橙色彩毛就是八号马黑珍珠，暂列本场比赛最后的十三号马星魂。好，我们看到本场比赛最前面现在是三个马位领先在前的五号马乱世英雄，紧接着可以看到粉色彩毛就是十号马玉龙君主。好，现在是两个马位领先在前，五号马乱世君主，然后其他马匹在追。我们可以看到五号马乱世英雄排在了比赛最前面，在两百米的时候是领先的三个马位，后面两匹有追，三匹马在追。可以看到有这个十一号马挨着回报，在后面还有其他马匹，可以看到另外一匹马三号马星象，蓝色的星象想追上来，最后的五十米，现在是五号马乱世英雄排在比赛最前面，没有机会了。五号马乱世英雄拿着冠军。好，第二个冲过终点的是三号马星象。好，五号马乱世英雄。